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陈爱芬，我怎么写？靠谱啊，嗯，爸爸，是吗？靠谱写，1 2 3 4 5 6 7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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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谢谢。开芳，你写一下拼音，爸爸的拼音。爸爸，妈妈，弟弟，妹妹。姐姐，不是妹妹。哦，姐姐，姐姐。我，妹妹。我的家人，上面写。我的家人，你让你让你让你，我的家人，姐姐妹妹，你这东西你说，太爱你，我的家人，家，你们那个，那个你啥的。他怎么写呢？我的家人。写拼音。我的家人。写你的名字。陈冠峰。非常好。谢谢。